你好，我是董振龙。那因为很多人呢，透过我的联盟行销推广连结去买这个 Facebook 病毒行销的工具，但是却不知道要怎么去开启它的功能。所以呢，我简单录制这个教学，告诉你要如何开启。好，首先呢，你购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会寄两封信给你，一个是你的 PayPal，就你的 PayPal 的购买的讯息，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一个。WSO delivery 就是 delivery 就提供的意思，所以你就按这个 WSO purchase。OK，如果你购买之后呢，你就点这个，它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说 access 就是呢去索取你的购买，其实你要按这里，你只要按这个钮进去，然后呢。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，点击进去之后，那这里呢很重要的是呢，请你点击这边有个红色很大按钮，他说请按这里呢去索取你的购买，所以呢你就点进去。那点进去之后呢，他就会给你一串那个授权码，这个 license key 啊，就是授权码，就是你要填进去这套系统里头，你才有办法登录这一套 Facebook 的行销系统。可是啊，你会发现。在你填进去之后，他会说 wait，因为这里就是它的 OTO，就是仅此一次的销售。在这里你可以加购27块美金，你看它这边有写27。你如果要额外收到我的联盟行销精华，这价值400块，而且有特级转授权的赠品，你就要顺便购买这个产品。那你就直接按这边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实你在你的信箱里头就已经含有这个加购 OTO 的这个的购买链接，不用担心。那你现在如果跳过也没有差，你随时都可以再回到这个页面。那我们现在是要来索取那个授权码，所以你就按 No Thank You Please Give Me the Stand Alone。Stand Alone 就是单独的，没有这个加购的系统，所以你就按一下。好，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，那你就是在按这里 click to access，就是点击这里，然后进入这个会员专区，所以你再点击这里，然后呢，基本上呢，你就是在填妥资料，那里头呢，你点进去那里呀，它就会要你填写这个授权码，那我看忘记说了，授权码就在这里，就是你一开始叫你点击这个按钮，就是WSO purchase 这一个，就是这一个 WSO purchase 这一个，你一点击进去，其实它这里就有授权码了。这个就是你的授权码，因为我的码已经用完了，所以你没法，你不要用我的，我的已经有了。对，就是这一个授权码，这个就是一个六码的这样子。对，那如果你要登录那个会员系统，然后建立你的账户呢，你就像我刚才一样去按这个红色的钮。然后他就会一步一步带领你去建立账号，然后再就是在那个输入这个授权码，所以你这个要先复制好。OK，那至于呢，有些人他是购买 OTO 的，那要怎么去找授权码呢？我一样告诉你。首先呢，你回到你的 email，他一样会寄一封 WSO purchase 这个给你，那你给他点击一下，打开。那在这个 email 的。内页这边，你们看到这边它写一个 OTO exist signature，就是这一个，就代表你有买 OTO。你看它商品名称是 OTO，授权码在哪呢？就是一样的动作，按这里，access 这里，按了之后呢，一样这一串就是你的授权码，OK。这一串授权码你就给它复制，其他你其实不用按的，就是这一串授权码。因为如果你已经有先买的话，你已经先买那个十几块美金的那个产品的话，你需要就是这个授权码。然后你有授权码之后呢，你登录，因为你刚刚已经可以登录了嘛，你已经完成。你登录之后呢，它这边呢，因为我已经有买，而且你正常你还没有买 OTO 的时候，它这边会有一个。Exist signature 那一个英文会出现，然后你就给它点进去，因为我已经买了，它已经消失了，我已经使用了，所以正常的话，你登录它会有一个 exist
exist 这个英文字母 signature 那个 OTO，给它点进去之后，它就是说请输入你的授权码。那呢，你就给它 copy 贴上这个授权码，那马上就 OK 了，就搞定了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好，那希望你明白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购买这项产品呢，请你想要买的话，我再简单广告一下，就是你现在购买呢，我就送你我写的两本电子书，一本是《网络创业迷思破除精华》，然后一本是《联盟行销精华》。这两本呢，总共加起来600元。那我现在也是卖这个价钱 ，OK？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其他的其他的广告，那你可以去 YouTube。去搜寻Facebook 病毒行销术，就会搜寻到我这一系列的影片，或者到台湾转搜寻第一站的首页，我有发表相关的文章。OK， 那好，那就希望你使用愉快，拜拜。